你在看什么？有一间餐厅就提出了，将要对那些带吵闹孩子的顾客来收取额外的费用。有人认为合理，有人认为不合理。这样就一定能让孩子安静吗？熊孩子很难管咯。我听说待会呢，活力加油站会有专家来教大家如何应对这些熊孩子，记得留守咯。